比较啊。What the fuck！ 哇靠，胖子超扯啦！音远一点，音远一点，音远一点！哇！哇！掩护！哎，胖子，胖子，胖子！哇，这操你老师的！我去打，我去打人！哎，死了死了，胖子死了胖子！还有一只八角，还有一只八角，八角哎，干不要跑到家里面呢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应该还在下面。我靠，刚被他撞两次欸，干没鼓中我的红心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旁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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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喂喂喂！哇、oh,，bitch 啊，赢了！我靠，我想说去找胖子，妈结果胖子来找我们。哇靠！我想说怎么这样？怎么一次才七八只，还九十只土著？这次可能是一波会战吧？搞这是，就是可能是这个章节的最后一战之类的。没有，我录影。等一下我上传，你看一下我的那个，你看一下我的画面，看你会笑死。我一个正面哦，一妈画面一转嘛，看到一个胖子把我撞过来，跑都跑不了。你刚刚是在砍地上那个吗？对啊，我看到胖子妈冲超快往那边过去，感觉胖子超扯，他还会转弯呢。我以后不敢嘲笑胖子。很伟的胖子。嗯，我靠！屁啊，你还好吧？我是蛮胖的，只是不会到十一斤那么夸张。十一斤不算嘴吧？没有啊，讲事实而已，怎么会嘴？十一斤在吗？啊，在。十一斤十一不在啊，不在啊，真的，我都会随时看有没有人在讲一些得罪人的话，有可能的。哎、欸，怎么卡住了？哇、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来，关，他卡住了，哈哈，动不了，哈哈哈哈。在嚣张啊！干，嗯，我刚刚想说，奇怪，怎么拿不起来？哎呀，哎呀，我，啊躺，哎，我影分身啊，影分身，跟之前小的那个一样。哦，还好，刚刚有古装。直接冲上去骂，跟那个八角拼命。你果撞我爆吗？快爆啊！真假的啊？爆不知道打很多痛啊！我觉得反而是八角比较强，然后那个胖子还好。他冲你也很痛，因为胖子是直接撞你的血，不是撞你的甲。我不知道这样是强还是笨。这样是强吧？直接撞你的血，不是无视装甲？嗯，好像也是。而且胖子。我不知道血算不算多，因为我不知道火箭是不是真的很痛。我刚狂射他火箭，靠！我刚浪费两个那个，哎、欸，脉冲，不是脉冲，什么炸弹的？
那怎么做那个火箭啊？就那个啊，包布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包布跟酒。哎、欸，对。哇，这样很耗材呢。还蛮耗酒的。要省点用。布现在反而比较多了，不会说很缺。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布可以从我们。不过酒其实是蛮多的、啊。酒剩一瓶了。我也剩一瓶啊。没差。我火箭都变火箭了。你全部拿来生火箭。我全部拿来用火箭了、啊。不猛。不猛一点，刚刚那种情况再来一次怎么办？大家都往生。而且还不想砍到我那个书的那个树，那个是没办法修的，树倒我的屋子就没了。哎、欸，钓到一只哦、喔！对啊。啊，摇摆哦，你个摇摆啊，够想要偷只物件就好。Bitch。可以种蓝莓哦，可以啊。哎、欸，真的哎，这个游戏在我们觉得好像不知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会让我们惊讶哎。又来一些事件，又来一些事情可以做。第几次啊？干，少说五六次，很多次了。看这游戏，这想说妈好无聊。突然就来一波大的，好爽哦！我就觉得奇怪，八角怎么可能只来一次？是不是？靠，所以真的会一直来哦。越到后面会越那个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赶快做湖上小屋。可是他们那种地方那么远，他们该不会是从上次我们看到他的地方跑过来的吧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还是要现在过去看看那边有没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应该就是那样。也是可以啊，是那个地方在哪，因为这附近也没有土著营地，不是嘛？可是土著妈每天照三餐来啊。也对，走啊，去看看，去看看。那走了吗？走啊。但是还是，我觉得是我今年玩过最值得的游戏，没有之一。不是最好，但是最值得。你还记得在哪里吗？应该雪山附近吧。我记得好像蛮远的。嗯。那如果看到一样两只在那边，你要怎么办？跟他打、啊，要不要？不要嘞、欸，浪费。有些东西不能吃、欸，哎，吃了中毒。你知道在哪里吗？你知道的话，你带路，因为我不知道。我也不确定哎、欸，因为他其实也是在蛮远的地方，我也没有标注。我记得是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没错，大概这个距离。哦，有声音，有声音。哦，猪啦干，操你妹！操！吓我一跳。不要管那是笨猪了，干。感觉听到那种叫声，都有点怪怪，不舒服。你现在这叫声有阴影了。十三小。不要乱砍，破坏自然生态。
是在这附近吗？感觉不是。有，他们还在。哦，两只巨胖。是吗？还没有，两只八角，一只巨胖。哪里？你看，你看，对面。哦吼吼！哎，鳄鱼！哇！还不死！哎 ，what the fuck？ 还有，你老母的！妈，你妈没叫你什么要不要偷袭？有听到那个会跳的那个声音？什么声音？跳跳机心的声音。这边会有。哎、欸，是不是被发现了？没有吧？没有。赶快跑！离远一点。如果说我射他一箭，他会跑过来。废话。哎、欸，这边有跳机星鹅，哎，这边怎么会有啊？干掉啊！我来，为什么会？哎、欸，看到。哎、欸，他们往这边过来了。现在还没有余力跟他们打，也不知道打不打得过。不要跟我说你在射他们啊！天降土著 ，What the fuck！ 猴子跑！他们追过来吗？哦，跑喽！家在哪里？哎、欸，土著是从天降的呢。对啊，你现在才知道。我现在知道哎、欸。跟着我，跟我走！我快死了、欸！叫你不要惹他们哦，你还在那边射。我想说很无聊，赢怪打一下。找事啊！操！其实我就是查度啦。干，你就是喜欢呛别人，没事找事。现在这个游戏没办法呛人，就直接用射。不是啊，你说要增加一下游戏体验，才不会觉得无聊。我死了，你就不是无聊的问题啊，你就觉得很干。直走啊！靠背这壶。他们在互打哎、欸！哦呦，我的！还不死！那两只应该是八角派来的侦察兵。我们家，我们家在这边啊，这边，前面，差点迷失方位，差点要走反方向回去。你是真的看不到路标吗？我看得到啊，我刚刚看到反向了。那、啊、你看到我名字吗？我看不到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常常问你在哪里啊。啊。所以那个可能是在我们附近生成，然后因为天数关系吧，我不知道啊，应该吧，感觉是越后面会越频繁的，很频繁还得了，到时候五天一次，我靠，漏尿，你先看一下你可不可以睡。还不行，还很久。
了什么东西啊？腿啊，看不出来吗？给腿啊！你听到什么声音？当初为什么会挑上这一款？我是看他几度好评，然后我就决定要买。你觉得这里还要再多盖什么防卫之类的东西？防卫？嗯，对啊。可是对胖子有用吗？对那些变异体，怎么可能做那种什么？铅笔头吧，让他去刺吧，不可能吧？给、欸、你看，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装饰啊，这是装饰啊。又想偷吃。没有进来吧？没有没有。靠背上起来，有只想偷进来。你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找到一只。还有，猴子屁股。哦。快死！到那边了。有本事就不要给我回来。好像真的不会回来的。现在这句话是对他们都没有。在你讲完那句话的时候，他竟然就回来了。不会啊，不敢。猴子，这个可以修吗？哪个？哎、欸，修好了，没事。不知道为什么修好了。好，哪个？没有，那是抓东西。哪个？想一下。我想奇怪，怎么会有一个怪怪的标志？我真觉得应该是后面的，他应该是从后面进来，因为莫名其妙，他们都很喜欢去后面，喜欢从后面来。说那两面墙吗？就是后面那边啊，不知道是怎样，他们好像很喜欢走后面。是你讲的那两面墙？差不多，附近而已。我觉得如果要盖的话，再过去的话，他们会碰到我的陷阱。主要是这两面啊，后面这边。
我没杀呀、啊，没事了就好，可以睡了。干脆熬到明天早上，然后明天早上睡，不然每天都这么晚睡的话，也蛮麻烦的。是吧？这骨头妈、欸，头骨也是很烦的、欸，就不能永久销毁吗？